我是勇气 Vidoli， 那是个人来自台北的 solo 表演者。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参与户外场的关系，所以哇，看到很多就是来来去去的人，觉得很紧张。那如果说，比较不认识我的人，可以参考可以上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“氧气蜜豆里”，打“氧气”两个字就找得到了。是呼吸的那个氧气，对。然后，我的活动资讯，我被提醒要冷静，好，给我三秒钟喝水。好，那因为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，三 C。巴德三 C Holiday， 那很开心就是可以来参与这场演出，那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。那因为今天因应主题的关系，刚刚第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，偶像大师，一百分，给他一个掌声。厉害，这首歌是算是手游嘛，所以传说也算是游戏的一种。那后面的两首歌也是来自偶像大师的歌曲，那曲风呢跟前面第一首比较稍微不一样，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